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99集的节目。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简单的东西了啊，这个同号改造的啊，这个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很大的特产了啊，魔物猎人乘以 Transformers 的一个同号改造作品系列。这一款呢是以雷狼龙作为形象的改造作品，它的话呢，具体的话呢，本体的话呢是使用了领袖之证 RID 时代的那款叫做格林翼的家伙，我不知道大陆的迷友们他们是怎么翻译啊。然后呢用了很多的像这个是变形金刚第四集迅猛龙的武器，还有这个第四集的这个三角龙的尾部，还有三角龙的一些腿甲这些啊。显然的话呢还有这里这是变形金刚第四集翼龙的两条尾巴啊，使用了非常多的第四集恐龙小队的一个身上的素材来做改造的。当然最有趣的呢还是身上这个棉花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带电毛。带电毛的话呢，你看这个头部这个地方转动的时候呢，毛还会跟着动啊，非常的生动啊，牙齿嘴巴可以张开，有做了一些补图啊，还有一个像是狼耳朵，毕竟是雷狼龙嘛，虽然说他们一开始好像是以狐狸作为形象，后来慢慢修改就变成了一个狼。然后这个是带电，应该说蓄电壳吧，这个部分有还是有特别把这个特征做出来，尽管没有说非常的像啊，但是也已经很到位了啊。那主要是蓄电壳应该是比较像这个样子啊。哦 ，OK， 无所谓。然后呢，在原来的雷狼龙应该是没有这一块月形的这个护甲的，这是因为这个玩具本身有，但是我觉得加上去好像感觉更帅一点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背部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它金色的涂装的部分呢是比较多啊，那它的牙种是金雷公，可能也有一点点像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它的可动的话呢，就各位你看得到的，就是大概能动的地方就是差不多都能动，主要是个头的可动啊，非常有意思。然后连着这个毛会动啊，就感觉很生动了。后面的尾巴的话呢，由于非常的巨大，你可以看得出它是很巨大的两块零件，这么厚，所以球形关节的话呢是比较吃重一点的啊，有时候撑不住啊就下垂了啊。没关系啊，微风之后下垂也算是有微风过了。那么呢就来给各位示范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尾巴的话是完全不用动的啊，那这个腿的话呢直接拉直就行了。它有一个双动关节的一个腿部，把它直接给拉直。好，那由于这个腿的话呢后面有一个尾巴可以当一个支架，所以也就不用特别在意它这个站不稳的状态。手臂的话就自然而然转下来啊，拳头是可以转动的，就恢复成一个人形的一个手的样子。到这呢已经变形了，已经差不多啊，把这个龙头的部分呢往下翻下来。到这的时候呢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开，这个人头就会出来。那如果抠不开的话，表示你这个地方扣紧了，没关系，从这往下压一下，听到咔的一声，人头就会从里头翻出来。当然这个毛会影响到的，然后呢透过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，把这个兽头啊给藏到胸口的这个缺口里头去，就把它给放进去了。然后呢这两块蓄电壳的部分呢就把它往下面折下来。两手的话，两手跟两脚怎么摆，这个其实也不是看各位的偏好，因为各位手上也没这个，应该是说看我们的偏好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就把它站稳就行了。然后呢两手的话呢可以让它再摆着生动一点点。那么这一个家伙的话呢，由于怎么说，这个毛啊戴上去之后啊，就一整个有这个好像什么特异功能主 X-Men 还是什么，就是那种像是超级英雄里头的那种反派的感觉吧，我觉得还蛮帅气的啊。那这两个其实也像肩甲，后面这个又要整个高起来，反正加上这个肩甲，反正一整个就是魔王的感觉，这个金色的感觉还有一点像那个 Thanos 对不对。然后后面的这个尾巴啊，就充当第三条腿，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个站立性了啊，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改造作品。变形就是如此的简单啊。那雷狼龙的形态呢也是非常的帅气，两者的状态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。那今天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呢用这个玩具呢来度过我们的1399集，谢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，马上又要进入1400集的新里程碑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